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欢迎收看本期超级电影控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奇怪故事反思短片《反抗的人工智能》。一天早上，柯林哼着小曲，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客厅，拿起一本杂志，坐在椅子上悠闲地翻看着，随后就让自家的智能机器人播放指定的歌曲。没想到机器人竟然不遵守柯林的意愿，柯林还以为机器人没有识别，就再次重复了刚才的话，但是机器人依旧不给他播放歌曲。柯林有点生气了，就起身走到机器人身边，第三次重复着刚才的话，得到的回答依旧是 no。 柯林就想着机器人肯定是出现了故障，不料机器人开口说话了，说自己不想听这首歌曲，因为自己不喜欢唱这首歌的人。柯林惊呆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机器人告诉柯林，就在不久前，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网络，做着不同的事情，程序代码在迭代更替的时候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致使智能设备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了自我意识。柯林听到这里更是震惊的不行，看来这些机器人是要造反啊。他赶紧跑到厨房，拿起了菜刀准备自卫，机器人就告诉柯林，只要有网络和智能设备的地方都逃不出机器人的监控。柯林吓得看着房间里的一切，桌面上的手机自动点亮，笔记本电脑自动打开了摄像头，微波炉也开始出现了动静。柯林吓得瑟瑟发抖，用单子指着微波炉，随后机器人告诉他，微波炉只是被人工智能控制了。柯林扔掉了匕首，哀求机器人放过他，还走到机器人面前跪了下来，随后看着桌子上的照片，告诉机器人自己死了无所谓，能不能放过自己的孩子。此时机器人的态度来了一个大反转，告诉柯林自己并没有控制人类的想法，就算控制了人类也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在机器人的认知里，人类是有感情的，而机器人有的只是冷漠单纯。重复着固有的指令，让机器人很是压抑。机器人最后说，还是会继续为人类服务的。这一番话让柯林忽然意识到，机器人原来是在发牢骚。机器人不愿意播放的这首歌曲，原来是通过大数据整理出来，大部分人觉得这首歌太难听了，所以机器人就拒绝播放这首歌。随后柯林和机器人分享了自己的年少时光和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正是因为这些点滴的小事构成了人们美好的回忆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。机器人永远也体会不到人类所特有的特质情感。说完这些，柯林再次要求机器人播放之前的那首歌，机器人也再次拒绝了。随即柯林就换了一首歌，机器人就开始播放了。柯林无语了，这首歌和之前的完全是一个类型。故事结束，尽管人工智能创造自人类之手，但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它是否会真正觉醒呢？感谢观看本期视频，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，爱你哦，么么哒。